今天我们去杭州萧山的楼塔镇，这里依然是群山怀抱下的小镇。可能今天上游在施工，河水不是很清。这次我把 GoPro 按照网上的方法调了一下，好像效果更好了一些。今天我也跟着钓了会儿鱼，还上了2条大的石斑鱼。哇，石斑！石斑，抓住，抓到！漂亮啊！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看！哇，哦，拿着进来，拿着进来，拿着进来，看一下，看一下。6条石斑鱼，哇，这条鱼拉上来的时候很沉啊。钓鱼的魅力就在这里。感觉。发出的是一个长鳍。这些是钓的中途时我们的鱼获。路边的这个老大爷，还有那个小伙，看了我们好半天。我今天还带了小地笼，想着能不能网点鱼，可是最终一条也没搞到。上次我发现鱼炸了以后，再用烧烤料加蒜末炒一下，味道更好。今天就直接这么做了，而且隔天早上我还做了这碗鱼汤面，特别鲜美。